因为我觉得哈登如果龙胜的话有点难打。对，你的全打光了，我 DK 不了了。哎，我们相信还有坦特拉的餐桌知识，好不好？还蛮好玩的，对，只不过需要有点时间去跟他培养感情。对，是一款需要靠赛游戏。因为你知道为什么我这边要故意抠吗？我这样才可以去 C 大局，不就抓到更多东西啊，对吧？我预设他这边一定会跳绝面啊，那我如果先把先没有做积蓄的动作的话，我这边会更难解。然后我蓄力打掉的话，如果龙胜白烂，我也没得救了。我这个真的是唯一用来解龙胜的东西啊，睿智。填充。换掉，再吃。哎，我这样是有点多牌啊，不小心做了太多牌了。哇，摆烂来了！好的。现在的重点就是找到亲人，对不对，各位？这张牌。那这张牌掉，嗯，没错，跟我想的没错，嗯，加二，这张怎么又来卡我？啊，我觉得有点危险，而且他可以直接先打那个直三的三点，嗯。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社会人士会怀念以前还是学生时代。在求学时间，无论你多颓废，基本上都还是会逼着你好心让你过。开始工作之后，你想颓废也没关系，你不想做也没关系，反正顶多就是少点薪水，和钱过不去，然后顶多再找个背后螺丝来顶替你就对了。对，没错，就是这样，这么现实的社会。啊，摆烂！但我们能有可能会赢吗？来，就看你啊。哎呦，进化几张几张。首先点他，哎，他怎么没钥匙？没关系，我们很多抽牌。我们第几张？不管了。咋啦？怎么没有咋啦？咋啦？你需要两张的技能在场上，所以请带去见花。进化六飞要准备靠赛了，各位，到底叔叔能不能在一小时内挑战完呢？各位，相信传说的时刻到了。啊！哇，他直接用原始的琉璃霸凌我，哎，他直接打本体，哎。如果我们巨线花没有的话，是不是就只能罚站呢？相信巨线花来了。我死掉了。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多绿一张，对不对？没错，还是有机会的。想象的巨线花没单着。想象的巨蟹化第二张亲人 ，fuck you 啊，死了！相信巨蟹化，各位，最后一张亲人，漂亮，我们抽到了信的，而且说不定可以拿来当酒费的斩杀。
欸，对，如果跳巴哈的话，我的法术牌有点多欸，抽牌有点多。而且他巴特能不跳吗？他还拍了两张这个。棒棒棒！哇，怎么是没单做？很像真的不行欸，爸。不知道最后是什么。哇！都是抽牌啦！哎，他拿的是暴风剑戟，哇，多抽了一张，哇，他还要三倍暴风剑戟，我觉得六，我觉得他六，我给他 respect。OK， 我变大师了，可以，我看懂了。后面一下一千字略过。我还没有成功啊，沙妹。酷啊！欸，说好留反字嘛，我们打龙直接留反字。为什么觉得有点怪怪的？打龙他前面会在跳飞啊，对不对？我觉得要怎么那么早反字，很像还好欸。我要用自己的想法，我们先去找到始祖再说。好，我们还是来的反制。连哥哥都失败了，那我们要怎么驾驭？当我失败的时候，就表示是你们可以驾驭的时候。嗯，我那十场是成功的十场，你说全部十场都成功打赢吗？也太强了吧！十年胜七人，对啊，前期我觉得还好，所以我就把他塞回去了。希望我下班回去看到你还在刷七人，不要，我这样宝箱就打不完了，不要。右手的余额不足，请尽速充值，请尽速充值。我快要不行了。耶，我补血了。玛纳巨蟹的话，没单走应该是三者最稳的。嗯，可能还是可以放个哥布林啊。嗯，你看已经开跳了，我怕。难道我只能使用罚站这一招了吗？哇，连跳欸。哇，他下一回合不就是四加五吗？等于七。没有，就是打一张的加努米尔。这样的话我觉得打红院会很危欸。可是又感觉不打不行，你知道吗？我妈把他塞回去了。只差右手巨仙化了，拜托。请不要乱丢梦想，那是补血牌。你说那张过牌不要丢吗？可是我现在不是要找巨仙化吗？龙珠厅有机会的，没有怪给他转转。我们要注意不要进化，然后让他五星焰龙 OTK 就好了。搞不好双子下修完还在刷技能哦。这也太久了吧，真可以点早餐的欸。猪等要练爱绿树脂跟巨仙化刷好感度了，我没有抽到。欸，现在有吗？现在台服有吗？好像没有吗？没有吧。相信下一吞一声探究，直接帮我再抽一张玛利亚，跟一张的巨仙花。哇，真的是无尽焰龙欸。有了，
真的七吗？可以，可以。如果你是想的巨剑化，那成功率很低的，那是没办法开上限。其实想的用八费的七能 OTK 比较实在哦。好的，那我怎么觉得很像正常的去选艾琳娜，然后走一个慢慢的控，也蛮有机会的。然后有没有靠赛道想象巨剑化，就是单纯靠赛，就不要就是追求于一定要靠赛。还行，亲能不能确诊？我没有欸，我没有欸，重点我没有欸。你就算你有抽码的话几率很大，我没有抽号码，我没有去抽码，所以他没有。QQ。来了，该来了吧，七男都那么多场了，来了。请继续摆烂。我在想要不要打到反制，有点在想，因为他如果摸我用即时打我也是蛮痛的。一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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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说为什么不留一张。我们相信右手啦，我们巨蟹换不理我，但是我们要相信右手。对面应该也很头疼，他不知道他到底能干嘛。他直接空打了一个波刀的镇压，我刚才看的什么？不来，没关系，没关系。你不动，我不动，我们一起耍废。我最爱耍废了。你知道我人超级好的吗？我想要帮他过牌。你不动，我不动，我们一起耍废。我们带绿掉好了。是不是？为什么你带这一张？对啊，对面还下虫子给我点呢，也太好了吧！而且我发现我刚刚先把哈图给花掉，一个好处就是我还可以点到这个，还可以点到这个，还可以点到这个，一次点三张，一次点四张，太快乐了吧！来了，拜拜，出院了吗？哇，连续点了两张。各位，我们不需要七人了。来了，可以了，可以了。拜不拜不。来了，来了，来了，起起来。带走！啊，对面是好人，对面还丢了一张四哦，这算挑战成功吗？我们在积分上面，他拿了他的分数献祭。好了，我们最终在1小时25分钟的时候达成了挑战呀，好痛苦哦，聊天室起起来。所以我们最证明的是诚信的牌组最有料了，是这样吗？但是啊，如果真的要玩到这种比较稳定的，刚刚前面有一个人讲的很好，就是你甚至可以去放没单桌，如果你场面真的撑得住的话，可以去放没单桌。甚至我认为抽牌可能不用到那么的多，对啊，就是目前来讲抽牌有点偏多，可以多带一点劫场，然后想办法撑就好，只要撑到那时候就有机会。所以这就是看你们个人的打法了。